让我哋一齐嚟合掌，恭念本师释迦牟尼佛以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八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尊敬的各位大德、各位同修，大家晚上好，阿弥陀佛。我们今晚呢继续来学习《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请大家翻开经本第45页。第三行最后一个字开始提起，庄严众行，鬼犯具足。我们前面讲到呢，法藏菩萨发了48大愿之后，就真正勇猛精进，用修行来护自己的愿，使到愿能够早日圆满。这里讲到庄严众行，鬼犯具足，就是解释这部经经题所讲的庄严。我们每次读完经、讲完经之后，都要念一个回向偈，所谓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咁我哋點樣嚟莊嚴佛淨土呢？用乜嘢嚟莊嚴呢？這個經文就教導我哋莊嚴眾行，用我哋嘅眾行嚟莊嚴佛淨土。這個眾行包括身、口、意三业的行为，身体的造作，口的语言，意就是心里面的活动。怎样去庄严啊？断恶修善，就是庄严。所以我们经常反省观照自己身口意的三业行为，看看有没有恶的、不善的这些善行为一定要改正过来。每天我们都要做反省检点的功夫。我们师父老人家提倡用弟子规、感应篇、十善业道三个根来作为我们的功过格的修行。每天就用这三个根来对照自己，你就在这里做庄严众行的功夫。鬼犯具足呢，具足是指一丝毫缺陷都没有，这个意思是做世间人的最好的模范、最好的榜样。所以我们学佛弟子经常要提起这个念头，我们的行为究竟能不能够做众生的榜样、众生的模范。如果全世界的人学像我那样
呢個世界會變成點個樣啊？你自己諗下，就知道呢個行為啊，應唔應該去做啊？咁我哋真佛弟子一定要依教奉行，佛講嘅教導，我哋一定要落實。咁佛講嘅經好多，我哋咧選擇無量壽經，一門深入。啊，把呢個無量壽經啊，就當作我哋人生舞台嘅一個劇本一樣。啊，我哋嘅人生啊，就好似一出戲，我哋係主角啊，喺呢個舞台上點樣去表演呢？就用無量壽經作為劇本，一言一行一句一動都按照無量壽經的教導，為眾生表演最好的樣子。你這個就叫做受持經典，你真的做到。經典不是只是拿來讀，也不是拿來講的，講讀都要，但係更重要嘅係要去落實啊，要做到啊，咁我哋先能夠往生極樂世界。我哋師父話過，如果你能夠將無量壽經100%落實，咁你可以往生啊，上品上生啊，最高品位。如果你能夠做到90%，你呢往生西方是上品中生。如果能夠做到80%，那你可以上品下生。如是地排列下來，你想要往生下下品，最起碼都要做到20%。那個九品往生嘛。最起碼你要做到20%，20%都未做到，咁就好牙煙啦，唔一定得啊，所以莊嚴眾行，鬼煩具足，喺呢度啊，係教我哋嘅綱領，點樣去做一個真佛弟子，尤其是彌陀弟子。下面的經文呢就具體教導我們了，如何去做，我們看經文。觀法如花三昧長寂，善護口業不記他過，善護身業不失律儀，善護意業清淨無染。這幾句經文就教我們戒定慧。這個觀法如花是講修慧智慧，三昧長寂呢是修定，後面善護三業就是持戒。一般來講，我們講是戒定慧，這裡倒過來先講慧，然後定，然後戒。講戒定慧呢是講我們修學的順序，因戒得定，因定開慧。這裡講的是我們的應用了，首先要講慧，智慧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智慧是先導指導，我們用智慧來指導我們的生活、待人、處事、接物，所以先講慧。觀法如花，法是指世間一切法，
宇宙人生一切的現象。這個化呢是幻化、就是《金剛經》裡面說的，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這一句觀法如化講得詳細一點，就是《金剛經》裡面的四句偈。一切有為法是指我們的物質世界、精神世界都包括在內，都是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好像夢一樣，假的，不是真的、是幻化出來的幻象。這個幻象就好像露水一樣，電光一樣，很快速就轉化了，沒了，消失了、千祈不要當真，當真你執著它了，那你就有煩惱了、所以世間人為什麼喜歡爭執，什麼事都很執著，他不明白這個道理。真正明白這個道理之後，他就能夠放下了，都是假的東西，為什麼那麼當真呢、我講一個笑話給大家聽，從中可以體會出來、什麼叫觀法如化，如夢幻泡影、是講一個酒鬼、很喜歡喝酒。有一天呢，他做夢，媽媽睡覺做夢，結果呢夢到別人送給他 一壇好酒，哇，高興得不得了，嗱嗱聲回到家，叫他的夫人將這個酒去燉熱它，燉熱的酒是特別的美味嘛，於是呢個夫人就拿了去了，他在這裡等，很焦急，等來等去，夫人都不回來，激到他呢紮紮跳，結果一下子就醒了過來、他就很後悔，剛才我早知道就不要叫我夫人去燉酒了，我就立刻忍了他算了，現在浪費了、我們覺得這個酒鬼真是太可愛了、迷惑顛倒到這樣、一個夢中的境界竟然當真、在裡面這樣煩惱、其實呢我們又不要笑別人，有時候我們可能在生活境界當中、也都跟這個酒鬼差不多、當我們跟別人爭執的時候，放不下的時候，你忘記了現前這個現實世界其實就是夢幻泡影，就是在這裡做著夢、等你夢醒了之後、你微微一笑，唉，何必這樣呢，使什麼這麼、認真呢，真的、現在在這個夢境當中迷惑顛倒、等我們醒過來之後知道這個真的沒有必要。如果你能夠在夢中就能夠覺悟、知道、這些夢幻泡影、那你就自然就放得下，這個就是智慧、你看你一放下你的心就定了、三昧長寂、自然就得到、所以智慧很重要、三昧是說正定正受，這個受就是享受、凡夫的享受都不正常，所以不叫做三昧、
啊，三昧叫正受啊，正常享受。啊，佢嘅享受都系咩呢？身体有苦乐嘅享受，啊，感受。个心理呢，有忧喜嘅感受。凡夫不过就呢两种嘛，身心两种嘅享受。啊，苦乐忧喜，不过如此啊。呢啲享受都唔系正常，正常嘅享受系苦乐忧喜都舍咗去咯，叫舍受，咁先叫正常。啊，但系一般凡夫咧，高级嘅凡夫啊，有定力嘅，啊，好似色界天人、无色界天人。他們的定功很深，啊，這個苦樂憂喜都不會起來，他可以有捨受，但是這個捨受不能夠保持永久，他會失去，啊，如果能夠保持永久不退的，這個叫做三昧，啊，所以三昧常寂，常是永久的，寂是清淨，心清净，这个才是真正的福报，啊，我们说清福，啊，世间人所追求的是鸿福，不是清福，啊，鸿福是什么呢？红尘里面的福，啊，五欲六尘的享受，名闻利养，啊，这些是鸿福。咁世間人確實有好大福氣嘅人，啊，但係佢好有福氣啊，福好大，氣都好大，啊，經常啊發脾氣，啊，嗰個就唔係清福啦。清福咧，享福佢唔受氣，啊，所以真正啊心清淨，佢先能夠得到啊。这种享受。咁下面嘅经文系讲戒律啦，啊，善护三业，身口意三业。咁佢呢度咧先讲口业，点解啊？口业最容易犯啊！啊！这个身业你比较容易把持住，口业就很难，动不动就讲假话，啊，动不动就闹人，动不动就讲是非，通通都是口业，啊，所以口业这里讲善护口业不讥他功，啊，怎样善护口业啊？要做到四样：不妄语，不两舌，不恶口，不耳语。咁就叫做善护口业。啊，不妄语系唔呃人啊，啊，唔讲假说话，唔欺骗人。啊，这个两舌系讲讲是非。啊。在人背后，啊，去毁谤人哋，讥笑人哋，两舌。恶口是什么？闹人，讲话粗鲁，啊。耳语呢是花言巧语，讲说话虚伪不真实。啊，这些我们都要当戒。啊，咁呢度讲善护口业，特别举出不讥他过，啊，呢，这个属于两舌。呢一条确实嚟讲，凡人啊，好容易犯，造业做得最多啊呢条，啊，咪有事冇事就中意讲人哋嘅过错，啊。
或者係當面指責，或者係背後批評，啊，呢啲業做得就好重，成日就睇人哋嘅過錯，啊，釘住人哋嘅毛病，從來咧未真正回過頭來改自己嘅毛病。以為自己就咩都啱啦，啊！睇人哋咧都唔順眼，啊！咁樣啊，無形中做嘅業就多啦。佛教導我哋真修行，就係每日改自己嘅過失啊！唔好睇人哋過失，啊！若真修道人，不见世间功。真正修道的人，不会看人家的过错，只看自己的过错。啊，看人家的过错都不看了，怎会说去讥笑人家、批评人家、毁谤人家？啊，他没有这个闲工夫啊，去管人家有什么过错，都是讲自己有什么过错，好好改。啊！今日發現有過錯，聽日開始就唔再做了，真正把過失改正過嚟啦。呢個是真修行啊！凡人啊，啱啱倒過嚟，自己過失睇唔到，專睇人哋。咁自己係咪冇過錯呢？啊！其實自己過錯一大堆，自己聽不到啊！佛教導我們兩種人，真正說沒有過錯。第一種成佛啦，你成佛之後，你就自己真正沒有過錯，所有過錯都改正過來。但是你知道，你成佛之後不單止你自己沒有過錯，你看一切眾生都沒有過錯，你看一切眾生跟你同成佛道，花言經裡面講的情與無情啊，同啊這個同源正覺，同源種子，不單止有情眾生成佛了，無情眾生呢，山河大地、植物、礦物，通通同你一齊成佛道，正同一法身啊，咁叫做成佛啦，所以成咗佛亦絕對唔會啊去睇人哋過錯，睇唔到啦，睇人哋都係佛，所以佛成佛之後佢講咩？眾生本來是佛。他不看其他的佛有什么过错，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我们呢凡夫啊，看佛都是凡夫，帮人家本来是佛的就看成都是那些有过错的众生，去指责去批评，你仲係第一種成佛嘅就冇過錯。第二種咧叫做一禪提，這個意思咧就係斷咗善根嘅人，冇善根啦。呢一種人佢將來嘅命運一定係墮地獄嘅。點解？冇咗善根啊嘛，佢唔會做善事嘅，只做惡事。咁一禪提係點樣啊？睇唔到自己過錯，認為自己乜都啱嘅，成身嘅過失，佢都睇唔出嚟。咁呢種人啊，就好弊啦，佛嚟都救唔到佢。點解咧？佢唔肯回頭，最後一定墮落啊！
所以一閃睇啊，係地獄種成啊，冇得救噶啦！啊，所以我哋自己學佛最緊要認識自己，自己第一我唔係佛，呢個要肯定，暫時仲未成佛。雖然本來係佛，但係依家確實迷惑顛倒，啊，係一個糊塗佛，啊，咁肯定有過失嘛。咁就要改啊！啊，承認自己有過失，睇到自己有過失，呢個叫開悟啊！啊，開悟之後要修行，啊，將自己嘅過錯修正過嚟，咁叫修行。啊，所以呢個係口業，下邊係講身業啦。善乎身業啊，不失律儀。呢個律係戒律，儀係威儀。佛教係以戒律為根本。如果冇咗戒律啦，呢個佛就佛教啊，形同虛設。冇人真修行，所以我哋要學佛最緊要持戒。咁啱啱學佛歸依嘅，作為佛弟子，一定要先持五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呢個五戒。前面四條都是重戒、根本戒。咁呢四個戒，講老實話，都唔係好持噶。你譬如講不殺生，咁我哋唔再傷害眾生嘅生命啦，呢個係不殺生。咁仲有呢，雖然我沒有親手殺眾生，但我還吃他們的肉，還要叫人家去劏，雖然不是自己親手做，但是間接殺生啊！你吃他們的肉，肉怎麼來的？殺生來的，所以一定要素食，素食就等於放生。这个是功德，不同众生结恶缘，这个很重要。那你说，哎呀，我还要做工作，我还要应酬，素食的话很难啊。其实这个是自己跟自己设一个心理障碍，其实不会很难。我自己過去也是做工作的時候，我就跟大家開誠布公說，我就是素食主義者，素食很光榮的事情，為什麼？先不要說佛教的宗教，我說就說什麼呢？第一個健康，身體健康，第二個心理健康，你不殺生是慈悲，慈悲心態，這個是最健康的心態。第三個環保，你看聯合國都呼籲我們盡量要素食。為什麼？素食相對你能夠節約資源，少污染環境，你的畜牧業養牛養豬那些污染環境，他們的排放出來的那些糞便和那些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地球很大的污染，而且浪費資源，這個食物鏈它是在最後，我們在吃的素就是在之前減少很多的資源浪費，
有利于环境保护啊，呢个好值得光荣嘅事情啊，系善事嚟噶嘛啊，所以如果人哋请我食饭，我同大家讲讲清楚啊，咁佢乐意咧，咁咪请我食咯，唔乐意咪算咯啊，互相系尊重噶嘛啊，我尊重你，你又尊重我啊，我哋话。飯台上都可以一國兩制，你吃你的肉，我吃我的素菜，互不妨礙，但是我要把道理告訴你，為什麼我要素食，我素食已經16年了，又不會沒有營養，身體很健康，你再看看我們師傅，哇，50多年素食了，這個健康，一般老人家根本比不上，那殺生還包括什麼呢？傷害眾生，老害眾生，不一定是傷害他的身體，如果傷害他的心理都是殺生的，如果你使到一個眾生因你而煩惱了，發了脾氣了，發脾氣等於慢性自殺了，一發脾氣的人身上會出很多毒素，等於自殺一樣，等於害了他，所以老害眾生都算是殺生一分，你這樣去想你就知道，原來無意中不知道，犯了多少的殺生的罪，甚至可能對自己的父母親人都要老害，使到他們不開心，那你說這個罪有多重，所以好好地反省自己，要立大志發大願，從今以後不再老害眾生，要使到一切众生，生欢喜心，这个讲一个不杀生里面，就好深的学问，偷盗、邪淫、妄语、饮酒，这些戒律都是要深入去学习，不单止身业不可以做，连意念都不可以有，那你的持戒就清净，你的心，就得定了，因戒得定，那这个仪是威仪，威仪是说礼貌礼节，待人处事接物，要讲究礼节，不可以失礼，失礼了咁啊，世人就生煩惱，人哋覺得好厭惡，一個人如果唔講禮貌，對人哋無禮，去到邊度都唔受歡迎，所以我哋學佛弟子一定要講禮貌，這個係尊重別人，人與人之間交往有個禮喺度。是一個潤滑劑，人與人就可以和諧，那我們呢用儒家的弟子規，這個是禮的根本，把弟子規學好，知道應該怎樣做人，還有呢是我們的李師公編的一本《常禮舉要》，這本書是教我們，日常生活中，應該注意的禮節，彬彬有禮，自然大家都歡迎，大家都喜歡，他喜歡你了，歡喜你了，他自然就喜歡聽你說嘛，你跟他講佛法呢，你就能夠導他，他就能夠接受
所以我哋佛教徒啊，一定要講禮。樹立佛教好嘅形象，為我哋嘅本師釋迦牟尼佛啊增光啊！千祈唔好做失禮嘅事情，咁係侮辱佛教。好，下邊講到善護意業，清淨無染。這個是講我們要保護自己的清淨心，意業是根本，因為身口的造作都是由意業產生，我心裡面有什麼念頭，那就會有造作嘛。所以真修行人從根本修，就是從我們的心底裡面意業裏面來斷惡修善。咁一定要做到清淨無染。染係污染，咩係污染啊？煩惱係污染。牽掛係污染。呢個人我是非係污染。貪嗔痴慢等等，所有的這些都是污染，要把它清除乾淨。怎樣清除呢？一句阿彌陀佛就可以了。當我們起執念的時候，起妄念的時候，提起一句阿彌陀佛念它一片將妄念打掉，回復到清淨心。好，我們再看下面經文。所有覺性、聚樂、眷屬、珍寶都無所著，行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禅定、智慧、六道之行，教化安立眾生，住於無上真正之道。這裡呢，經文是教我們要放下了。放下什麼？所有都要放下，一切都要放下。古大德經常說的，身心世界一切放下。世界是指身外物，還有你的身、你的心。什麼都不執著。這裡舉出幾個例子，覺性、聚樂、眷屬、珍寶都無所著，這個是指身外之物。首先講覺性、聚樂，這個是指財產，亦都包括你的地位。法眾比丘在這裡做我們的好樣子，他曾經擁有很多，擁有覺性，他做過國主，做過世耀王，國家的領導人，皇帝，他放下，他出家，修道。聚樂呢，是指都市村鎮，人聚居的地方。咁法藏比丘之前，我哋諗可能係做過地方嘅主管，好似依家我哋講嘅院長市長可能喺某一世都做過。咁呢啲都唔可以執著，自己嘅地位、自己的財產，我們很清楚，都是夢幻泡影，沒有一樣是真的，沒有一樣可以帶得走，帶不走的一定要放下。
咁當然放下唔一定講時常一定要放啊，發縱比丘呢，當時係放下時常噶啦。咁如果係你依家在位啊，你做一個領導人啊，或者係你一個企業家啊，你有你個財產啊。不動產啊，你有財富，需唔需要話？嚇，我都要學似法藏比丘，一定要出家啊？咁啊，未必睇因緣啊，但係心裏邊啊，一定要放下。點為之心上放下？你依家有同埋冇都係一樣啊，絕對唔執着佢。啊！依家有好多財富，啊，億萬身家，我就攞佢呢啲財富攞嚟幫助眾生，攞嚟護持正法，使到眾生能夠覺悟，咁就有意義啊！呢啲財富絕對唔係攞嚟自己享受，係攞嚟利益眾生。為大眾造福而且我哋做咧做得盡心盡力啊，盡善盡美，心裏邊咧一啲都唔執着佢即使係突然間一夜之間冇咗啦，心裏邊仲係咁平安絕對唔會生煩惱，咁就叫做無所著呢、这個著係執著啊？點解會有執著因為唔知道呢啲身外物都係假的過眼雲煙呢啲財富同你喺呢度轉下手嘅咋佢唔會永遠喺你手上你都唔會永遠喺呢個世界上。你明白咗道理之後，點解要執著佢？點解唔攞佢嚟積功累德呢？呢、這個揸緊機會積功累德就啱過咗之後就冇啦我哋睇到唔少嘅好富有嘅人當佢有錢嘅時候，窮兇極慾追求享受結果呢冇幾多年，敗家，敗咗家之後，好可憐如果佢喺呢個自己能夠有能力幫助眾生嘅時候，盡力去做啲功德，積功累德，佢就唔至於咁可憐啦。福享完之後，罪孽現前啦，就要受報啦。所以對於呢啲自己嘅財富，絕對唔能夠有私心唔可以認為呢個係我嘅財富，冇呢回事絕對唔會話係永遠係你過下手嘅咋所以把呢個私心。慾望放下，咁叫做心上無所著咁除咗呢啲財富之外，仲有眷屬眷屬、家親眷屬我哋都要放下這個確實嚟講好難。親情要放下，比呢個財富更難。咁我哋都要明白道理之後，咁先可以放得下。要知道人與人之間
是什麼因緣。在表面上有五倫的關係，所謂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這個表面上這個關係。確實在這個人世間，我們要遵守倫常道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所謂頓倫盡分，盡自己的義務。你做父親的要做好父親的義務，做太太的要盡到太太的義務，為人母的要盡心盡力教導好自己的兒女，為人君要對下屬要仁愛，為人臣你被領導的就要忠心耿耿，這些是什麼呢？倫常道德，我們一定要遵守，但是呢絕對不可以執着，執着就錯了。你表面上的五倫關係，在本質上呢，佛跟我們說的是四種關係，報恩的、報怨的、討債的、還債的，不外乎這四種關係。無論是什麼關係的人，就是這四種其中一種。所謂有緣才聚在一起，那我們跟這些有緣的眾生是否一起了解真相，對他們呢盡心盡力去關懷照顧，但是呢對他們心清淨，絕對不執著他們，懂得轉這個業緣成為法緣，我們要導他們來學佛，導他們將來能夠往生淨土。那自己一定要明白緣有聚散，萬法因緣所生，眷屬都是一樣，現在有緣大家在一起，今生她做我的母親，咁前世就未必㗎啦。這個經裡面講，前世可能是母親，下世可能是太太，再下世可能變成一個你家中的寵物，都有可能。就有緣就聚在一起了，各人業力不同，所以呢我們自己放下那種情執，但是對他們還是要很盡力去關心，滿足他們的需求，幫助他們共那珍寶就講物質的享受，你的財富，前面國城墜落是指不動產，這個是動產，財富，金銀珠寶，你的資產，這些都不可以執著，知道今生有多少財富都是前生布施得來，你施得越多，今生財富就越多，前世布施得少，今世就窮一點，所以呢很公平的，不需要對那些富有的人太羨慕，更加不可以嫉妒，各人收各人的嘛。如果你想收財富，你將來想得到富貴呢，那你就好好收布施嘛，越布施就越多嘛，你看《了凡四訓》裡面說的，了凡先生就這樣過來，他命中本來是沒有功名的，只有秀才做一下而已，
結果咧，佢後屘遇到雲谷切禪師啊，同佢點化，佢明白啦，就發心改造命運，得到咗進士，做個官就比命中啊要大，呢個功名富貴啊，佢係今生修嚟嘅，點樣修啊？斷惡修善。他命中無子，他求兩個，佢求子，結果咧亦都求到。所以啊，佢能做到，個個都可以做到，只要如理如法。這個咧要按照道理嘅，按照方法去做。你要求都能夠求到。但係咧，了凡先生佢嘅境界唔高。佢仲係凡夫。點解啊？因為他啊，仲有所着，着相啊，他有求啊，有求就係有所着啊，佛喺呢個經裏邊教導我哋啊，都無所着，富貴需唔需要去求呢？其實唔需要求，你睇儒家裏邊都講，中庸裏邊講，君子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你是富貴人，你就做富貴的事情，可以幫助眾生。你是貧賤的人呢，亦都可以幫助眾生，行乎貧賤，行道啊。好像現在我呢，就是貧賤的人了。為什麼呢？貧是沒有財富。賤就沒有地位，現在是沒有財富沒有地位，我名下沒有任何財產，什麼都寫清光了，銀行帳戶都沒有，地位呢原先還是大學的教授，現在什麼都沒有，但是現在比以前還快樂，為什麼啊？我們學道啊，我哋知道將來去邊度，有奔頭啊！原先咧追求世間嘅嘢冇結果，依家我哋每日做咩咧？依家雖然冇工作冇收入，但係比以前仲忙。你睇以前喺大學裏邊教書，一個禮拜教六個鐘頭。依家我一個禮拜教22個鐘頭，幾倍嘅嗰個工作量，但係依家做得不亦樂乎，雖然好忙，但係一啲壓力都冇，好輕鬆，好快樂，每日深入經教，同阿彌陀佛喺埋一齊，雖然未去極樂世界啊，但係個心啊，成日都諗住極樂世界，似乎都得到極樂世界嘅少少享受，呢個幾快樂咧，咁啊，每日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學習個心得，所以啊，呢個無所著。無論你是富貴又好，貧賤又好，什麼境界你都可以活得很快樂。你的孔子的學生很多，富貴人有，子貢很富貴，家財萬貫，貧窮的人有，顏回很貧窮，但是呢兩個人相對起來，孔子讚歎顏回，沒有讚歎子貢。顏回啊，在貧賤當中不改其樂，他很快樂，真正得到啊。但是呢，無論是什麼境界都可以得到，我們即使是富貴都應該保持最簡單的生活。
啊，惜福啊，将自己嘅福报啊布施出嚟，同众生共享。呢、这个就系菩萨。下面就讲具体菩萨点样修行呢，行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道之行，教化安立众生，住于无上真正之道。所以呢度先讲六道，行以布施，行啊永恒啊，不间断咁做。不是说哎呀我做个两三日就歇一下了、那个不是行、一日都做，时时刻刻都不忘记、这个布施是第一个六道中、第一个、这个是基础，很重要，如果没有布施的基础，后面的持戒、忍辱、精进都没可能实现。布施是什么？你放得下。先从身外目物开始布施。最后呢，将自己烦恼都布施埋。譬如说你布施财。通过布施财富，将你的对财富的执着都布施在，那你就有功德了。那布施一般讲三种，财布施、法布施、无畏布施。这三种当中，哪样最殊胜呢？法布施。普贤菩萨行愿品里面讲的，一切供养中啊，法供养最啊，供养就是布施啊，供养比布施啊，仲加上有真诚恭敬嘅心啊，所以呢个系普贤行啊。咁布施财诶，布施法，一切供养、一切布施里边最殊胜，点解啊？因为法布施啊，可以使众生破迷开悟，就能够离苦得乐。咁法布施亦都包括财布施同埋无畏布施。你譬如讲讲经说法，呢个系法布施。咁你就有财布施啊，内财就系你个身体、你个精神、你个体力。你供养出来内财布施我们现在每天讲经那要备货这个备货时间都很多一般人看都挺辛苦的这个工作朝头早四点钟就要起床不可以睡懒觉睡懒觉你没有时间备货每日的生活安排得很紧凑不可以浪费任何时间全副身心用在学习经典去备课然后上台讲经一日讲四个钟头这个都是消耗这个就是内财布施雖然我冇可能做外財布施啦，依家點解冇外財啦嘛？但內財布施啊，比外財更殊勝咁當然，外財布施都好緊要用外財布施咩咧？你可以去印經你可以印光碟印書去流通这种外财布施呢里面有法布施有无畏布施你看他的众生得到了这本书看了之后开悟了这个法布施这个听了这些经典
睇咗呢本書，佢明白道理之後，佢就冇煩惱啦，冇憂慮啦。唉，呢個就係對佢嘅無畏布施啊！所以啊，依家做法布施，講老實話，比古人啊容易好多啦。古人想流通法寶，呢啲經典啊，攞手抄噶。你抄一部《無量壽經》，你話抄幾耐？你哋翻去試試，可以抄一下。計算一下要抄幾多日。所以你一生都抄唔到幾多部。依家你想印一部《無量壽經》，容易啦，一開機幾萬本出嚟啦。所以古人啊，諗都未諗到啊，不敢思議啊！依家啲人修復，講老實話就容易好多啊！如果不能夠講經嘅，可以點樣呢？去做嗰個講經說法嘅嗰啲光盤、光碟，送俾人一張光碟，一張光碟兩三蚊嘅成本啊！你睇下幾容易啊！佢一聽咗之後，可能就開悟啦啊！從此以後發心修淨土法門啦，哇！你度咗一個人成佛啦！隨手之間做無量功德啊！所以呢個我哋懂得呢個道理啊，搏命去做啊！依家呢個時代想修大功德，亦都好容易啊！就是一定有智慧啊！咁依家除咗光碟、除咗印書之外，仲有網路啊，搞一個網站啊，甚至咧有財力嘅搞一個電視台啊，專門文化嘅電視台啊，儒釋道傳統文化啊，日日都播呢啲講解。去全世界去这个覆盖。现在呢网络电视那个成本都不高。这些都是什么弘法的方式。真正法布施。所以能够將呢個佛法傳遞到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手上，他們能夠學習之後覺悟了，這個社會就安定了，就和諧了。過去英國的湯恩比博士曾經講過，說解決要解決21世紀社會的問題，必須要靠中國孔孟之道和大乘佛法。這個是真知灼見，那我們就來做嘛，將孔孟之道、大乘佛法送到每一個人手中，每一個家庭當中。这个是真正的利益社会、利益众生。那这个布施布施最关键你能够放下放下之后你才能够持戒。剛才講的戒律這個是佛法根本戒律的這個內容很深廣我們要修學不同的階段有不同的持戒高級的階段一定涵蓋下面的這個層次譬如講我哋學佛首先要持五戒
五戒是自己成就自己这个根本。咁我哋同人哋嘅接觸，一定要修和經，六和經就係根本。呢個真正要修行淨土啦，希望呢一生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咁要修三福。《觀無量壽經》裡面講的三福，是一切諸佛正業正因，這個是根本，修行的根本。你想成佛必須要落實這個根本。第一，孝養父母，奉事師長，慈心不散，修十善業，這個就是三個根。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怎样去做？弟子规教你，慈心不杀，太上感应偏教你，这个不杀就是不恼害众生，成就你的慈悲心、仁爱心，修十善业呢，是十善业道的，十善业道经教你，这个第一福就是三个根。你第一福的基礎上先有第二福，第二福呢是真正學佛了，受持三歸，具足眾戒，不犯威儀，第三福呢就是菩薩的福，發菩提心，這個是很重要，發菩提心是往生的正因，往生極樂世界一定有菩提心。什麼叫菩提心？利益一切眾生的心，舍己為人。我去極樂世界為什麼去的？不是為自己享清福去的，如果是為了自己，還是為個人打算，我是为一切众生，早日成就，我这样去求生极乐世界，深信因果，深信念佛是因，成佛是果，这个是大因果，我们要深信，所以老实念佛，还有读诵大乘。大乘经典，我们主要依靠《无量寿经》，一门深入。接下来是劝进行者，劝导有缘的众生一起来修行，鼓励勉励那些有缘的人。什么叫有缘人？是他听了这个法门，他能够接受，他肯听你的话，那就有缘，勉励他们好好修行，所以这个三福根本，还有呢，如果是修菩萨道，就是这里讲的六道是根本，十大愿望是根本，所以持戒不同的阶段，它有不同的层次。第三呢是忍辱，忍辱就是说有耐心，能够忍耐，不论世间法定是佛法，你想成就都要很大的耐心，你譬如说你要读书，好像我讀博士，讀了20年書，這個就是要耐心才讀下去，如果沒有耐心肯定中途而廢嘛，那你做一個事業
你要成就一個工作的項目，可能要很多年的投入，持之以恆，不斷地努力，這樣最後才能夠成就。在這個工作學業的完成的過程中，其實你就是修忍忍辱啊，忍耐耐性啊，所以這些不要浪費時間啊，千萬不要心急啊，不耐煩啊，覺得好像這些跟我修行脫節了啊，影響我修行，其實不是，你真正耐心做下去，你就在這裡修忍辱道啊，等你真正轉過來學佛的時候，你又要耐心學佛了。如果你做世間事沒有耐心，可能你學佛都沒有耐心啊。所以修行和生活它不是脫節的啊，它是一不是二啊。你在你的生活工作過程中，你能夠覺悟到我現在是修菩薩道啊，耐心做事，耐煩做事，你就是在那裡修行啊。一般來說學佛了啊，學佛人有三大類的忍耐啊，忍辱怎樣忍呢？有三種。第一種呢，是自然界的各種的不如意啊，災難，這個就要忍啊。很簡單，冬天寒冷，夏天的炎熱啊，我們都忍受得住啊。啊，我就見到有些人啊，就忍受不住啊，啊，這個在南方啊，夏天很熱啊，熱到呢啊，整個人呢就很燥啊，發火沒用啊，咁發火咪更熱啊，所以呢一定要啊對自然界能夠忍受啊，咁你先能夠好好嘅去工作去修行啊。喺呢個世界確實嚟講叫堪忍世界啊，呢個地球上一切眾生忍受力都很大很強。為什麼啊，什麼都要忍啊，生老病死這些都要忍啊。第二類呢，是人為的加害啊，這個就要更加要忍啊。譬如說有人來侮辱我啊，來毀破我，來陷害我，我們學佛了要包容要忍受啊。忍的時候也都不會自己生煩惱啊，這個忍不是說夾硬忍啊，壓住自己內心的怒火，那個不是忍啊，那個忍得久了也出毛病了啊，這個可能是肝受損了啊，經常發脾氣啊，或者是這個發悶氣啊，不敢在人家面前發，但是呢啊，內心裡面啊，在這裡啊，發怒啊，久而久之啊，身體就出病啊，最常見就是肝病啊，肝硬化啊，肝癌啊，啊，呢啲都系啊，因为嗔为心导致嘅。啊，火烧肝啊，肝属木啊嘛，啊，火烧咗木啊，啊，烧得过啦，咁嘅就出大毛病。所以咧，忍耐一定系化解内心嘅嗰啲對立、親為
不平、怨恨。人哋對我再唔好，我都絕對唔會有怨恨心，唔會有報復嘅心。因為要知道，佢嚟對我咁樣，一定係前世有原因。不是冤家不聚頭啊嘛。肯定我前世對佢唔好，所以呢一生佢嚟揾我算賬。呢個人與人之間嘅緣都係咁樣。你有啲人咧，一見面就好開心，好有緣分，好歡喜。有啲人咧，一見面咧，互相之間咧就好似過唔去啦，好似仇人見面一樣，呢個係前生嘅緣啊。咁我哋咧要學忍，逆來順受，絕對唔可以去報復人哋，冤仇宜解不宜結啊！輪迴當中冤冤相報，冇完冇了。我哋前年曾經咧講過《安史全書》嘅文昌帝君陰質問，講咗100个钟头，好詳細咁去學習。你睇下文昌帝君講自己17世嘅因緣果報，冤冤相報啊，好慘烈啊，好可怕。這個故事咧，我同大家講一段。文昌帝君佢講自己過去咧曾經咧因為修咗好多德上帝咧就派佢落人間佢就想幫助眾生帶住一個好嘅願落嚟人間，投到邊度咧？漢高祖劉邦嘅嗰個宮廷裏邊，佢做咗劉邦嘅仔。佢嘅母親咧係戚夫人。戚夫人唔係皇后，皇后係女后。咁因為戚夫人咧係生得好美貌，能歌善舞，好得劉邦嘅歡心。加上咧呢個仔咧，戚夫人嘅仔亦都係非常聰明伶俐。舉止不凡因為文昌帝君投胎噶嘛所以劉邦好中意佢，就想立佢為太子想廢咗之前呂后嘅嗰個仔結果呂后就懷恨在心嫉妒嘛。後尾咧臨城劉邦過世之後，呂后專權，呢個歷史上好有名女士專權之後，殘害呢個戚夫人，呢個係歷史上最殘酷嘅一個舉動。佢將戚夫人手臂腳大腿全部斬咗去，得個身體，跟住咧放喺一個壇裏邊，掟落個豬圈嗰度，咁樣嚟羞辱佢。使到戚夫人咁樣痛苦而死。咁呢個戚夫人嘅仔後屘又係俾呂后所殺。呢個係嫉妒結果你文昌帝君被呂后殺咗之後，當然好憤怒啦，好怨恨啦，就嚟揾呂后報仇我哋知道呂氏家族曾經專權過一段時間，後屘被大臣推翻啲呂家嘅嗰啲子侄冚唪唥被清除曬漢朝嘅江山先能夠保得住。結果呂后死咗之後喺一個縣城做了一個縣寧
因為佢啊，可能係前世福報好大，未享順啊，呢一生咧仲可以做人，仲有餘福啊，做咗個怨靈啊。咁、那個戚夫人咧，亦都係喺呢個怨靈裏邊啊，做一個女人啊。咁呢個女人咧，好窮嘅啊，前世啊啲福享盡，呢一生就好窮。啊，嫁咗一個人家，啊，好窮，夫妻兩個咧，好耐都冇生個仔，啊，於是咧，兩個人就求上蒼，啊，能夠同佢哋降一個降生個仔，啊，佢哋兩個人上咗山，啊，將自己嘅手臂啊割開，把啲血滴到啊呢個一個山一個石洞裏邊，啊，兩個人嘅血啊！合在一起，然后就祈祷、啊、希望上天呢能够赐给他们骨肉、啊、如果真正、能够赐他们骨肉的话呢，第二天早上回来看看，希望这个血、啊、能够有生命、啊、结果呢他们这样求文昌帝君、他在天上看到、自己前世的母亲啊，就生了感情，啊，一生呢個感情咧就入咗胎，啊，就個神識啊入咗個血裏邊，所以第日朝早，唉，呢夫妻兩個上山一睇，發現咧嗰個石頭洞啊，嗰個血已經化成一個金色嘅小蛇，啊，呢條小蛇咧後屘慢慢長大啦，啊，呢夫妻兩個就反正啊。乜嘢骨肉都好啦，蛇都好啦，咁啊，帶咗翻嚟屋企，啊，慢慢養大佢。養大之後咧，呢條蛇啦，頭上長角，啊，腹下生竹，變成一條龍。啊，咁啊，佢長大之後咧，胃口就開啦，就成日咧食嗰啲羊啊、豬啊、狗啊、馬啊嗰啲畜生。啊！後屘咧，竟然將嗰個縣令嘅寶馬食咗。啊！嗰個寶馬係邊個咧？其實係呂產嘅後生。啊！呂產係呂後嘅子侄。啊！都係原先呂家。啊！食佢啊，都係咩冤冤相報。咁呢個呂產變成一匹馬。啊！造孽太多，墮成畜生。啊！俾食咗。食咗之後，個縣令咧就好痛心啊，好嬲啊，啊捉咗嗰對夫妻兩個嚟，就話佢哋兩個啊養咗個妖蛇，啊傷害百姓，啊結果咧呢、這個文昌帝君呢條龍啊就好嬲啦，啊禀告上帝，啊希望咧上帝啊准許佢報仇。因為前世啊，嗱、這個縣令就係呂後嘛，啊曾經殺咗佢嘅母親，啊呢一世又係佢母親，啊又係戚夫人，啊咁個縣令咧見到個戚夫人後生又係想殺佢，係呢啲啊嗰種心態啊都係生生世世持續落嚟嘅，啊咁呢個文昌帝君啊就禀奏上帝啊，希望咧准許佢報仇。咁啊，上咗個奏章上去，啊，呢個天龍嘛，結果奏章咧未批覆落嚟，啊，呢條龍啊等唔住啦，啊，心急啦，啊，乾脆一不做二不休，啊，將大海嘅水調過嚟，就沖呢個縣，啊，結果咧將呢個縣令啊就浸死咗，啊，同時咧。仲有500户嘅貧民啊，都被浸死咗。嗱，呢啲係冤枉死嘅，2000嘅人口。啊，呢個罪孽就犯得大啦。你睇下，就係為咗報仇，冤冤相報，但係殘害咗好多眾生。啊，呢條龍有福報嘛，前世有修行嘛，文昌帝君嚟噶嘛。啊，結果咧，一念之差，不能夠忍，做呢個惡業。
咁啊，殺害2000多條人命啊！上帝就將呢個文昌帝君呢條龍啊，就打入地獄啊！結果佢喺地獄裏邊啊，好痛苦啊！佢呢個上邊啊，係太陽曬落嚟啊，內身內身外都非常之熱怒啊，而且全身啊有84000條啊嗰啲鱗甲蟲啊咬佢嘅身體，痛苦不堪啊。後尾咧，佢有緣遇到釋迦牟尼佛啊，佛嚟化身嚟救佢，幫助佢啊，呢、这個開悟，明白呢啲冤冤相報啊，冇完冇了啊！啊，將呢個嗔慧心化解啊！天龍啊，嗰、那個嗔慧心啊係好強啊！嗰啲屬於啊阿修羅啊，畜生道裏邊嘅阿修羅啊，福報好大啊！但係咧，呢、这個報復心好強啊！所以啊，你睇下。啲文昌帝君17世啊，就係咁樣啊，冤冤相報啊，太可怕啦！啊，所以我哋呢一生遇到任何嘅人啊嚟害我哋嘅，我哋都要忍得住，唔可以再生嗔慧心。啊，點解啊？因為我哋呢一生係要求生西方極樂世界，唔再搞冤冤相報，唔再搞輪迴啦。啊！所以即使是受再大的侮辱，吃再大的亏，都甘心忍受。忍能够忍几耐呢？啊，最多咪就几十年。啊，忍完之后往生到极乐世界啊，做菩萨去啦。你話幾好呢？所以呢個係布施啊，忍辱啊，持戒忍辱。所以忍辱都係要布施放下，你先能夠做得到。你唔放下就忍唔到啊！咁第四個係精進，進係進步，精係專精，啊，精而不雜。如果係雜啦，啊，你譬如講要學習，學得好多，你學習咗之後好難進步。啊，即使係世間法都係一樣。啊，我哋原先啊學術界。啊，都明白呢個道理。你想在學術界有一些成就，你要做專家，啊，你要專精在你一個領域裏面去研究，你不可以搞得太雜。啊，呢樣搞下，嗰樣搞下，搞到最後啊，乜都唔行，都唔能夠成。啊，咁佛法就更加需要啊專精。啊，專精第一個。我哋聽一個老師，啊，好似師父上人，啊，佢當時跟李炳南師公學習，啊，師公就係要求我哋師父，啊，只能聽佢一個人，啊，其他人唔可以聽，點解啊？怕你聽多咗，聽亂啦。啊！你自己咧未能夠真正覺悟啊，對於好多啲教理不能夠圓融，聽得太多之後，你自己內心起矛盾、起懷疑，自己就障礙自己啊！所以千祈唔好學習啊，要有師承啊，咁先能夠成就啊！呢個同學世間知識唔一樣。學知識，啊，你想知識豐富，咁啊可以多睇啲，多聽下。
但係嗰個知識啊，根本對你嘅生死啊，對你往生淨土毫無作用。啊，你想修道，一定要師承。啊，聽一家之言，好緊要。啊，我哋師父當時就遵守呢個師承嘅原則。啊，第一個只聽一位老師。啊，其他的大德全部都不聽，啊，他們的書都不讀，只聽一個人，純啊，精純。第二個呢，這個過去學過的通通不算數，從頭學起，第三個呢，老師指定的書才可以讀，啊，沒有批准的書不可以讀。你看看，那個不能夠亂看，眼睛就蒙住了，啊，不能夠亂聽，耳朵蒙住了，啊，這個以前學的不算，從今開始從頭學起，你的心就定了，啊，對老師沒有什麼拗撬了，啊，老師怎樣教我們怎樣學，啊，老實聽話，心就清淨了，清淨心就生智慧，所以第一個就是師承，專精精進。第二個呢，還要一門深入，不可以學太多門，老師可能教的門很多，儒釋道都教，但是呢，我們學呢只要學一步，咁我依家聽師父嘅教導，專學無量壽經，當然喺專呢個專修嘅之前要打基礎，就是三個根，呢個好緊要，把三個根扎好啦，呢個德行，有咗德行之後，然後咧，你選擇一部經啊，一門深入，至少要十年下功夫，你可以真正斷煩惱啊！煩惱斷咗之後，你再廣學多聞，斷你嘅所知障，專幫你斷煩惱障。博學呢，你可以斷所知障，然後最後圓滿啦，這個修學的階段我們一定要把握好，不可以劣等，要跳級，這個就很難，咁你能夠精進啦，心定在一個法門上，禅定你就得到啦，這個禅定就是清淨心，清淨心起作用啦，就叫做智慧，智慧跟世間聰明不一樣，世間聰明人很多，他的頭腦都很好使，好懂得想事，但是那個不是智慧，真正的智慧是什麼呢？是對於這個一切的事物事理都很清楚很明白，做的決定很正確，這個智慧，一接觸到這些事物，他立刻就明白了該怎樣去做，事情沒有發生之前，他的心很清淨，什麼想法都沒有，就連阿彌陀佛，等到事情來了，他立刻就知道應該怎樣去處理，不用他自己預先去想，自自然然他就知道怎樣去做，這個就是智慧。
啊，呢個係清淨心先能夠得到。啊，如果唔修清淨心，冇用，啊，好難有智慧。啊，所以呢度講嘅菩薩六道之行，教化安立眾生，唔單止自己落實六道，而且用六道之行教化眾生，教大家、教眾生啊，都能夠修六道，啊，使到眾生啊安住喺六道之上。下面講住於無上真正之道，啊，乜嘢係無上真正之道啊？啊，呢個係成就佛道嘅呢個道，就係無上真正之道，啊，亦即係我哋嘅淨土法門啦。你能夠一心念阿彌陀佛，求生西方極樂世界。一往生就不退成佛，所以呢個就係住於無上真正之道啊！啊，好，咁我哋再睇下邊嘅經文：由成如是諸善根故，所生之處無量寶藏，自然發應。或為長者居士，豪盛尊貴；或為策利國王，轉輪聖帝；或為六欲天主，乃至梵王，於諸佛所尊重供養，未曾間斷。如是功德，說不能盡。呢度講嘅由是啊，由成如是諸善根故啊，呢個係承接前面所講嘅經文啊。前面咧法藏比丘啊，佢修行啊，係成就啊善根啊。呢、這個修行成就善根嘅因，得到的是果，果是什么呢？所生之处啊，无量宝藏自然发应了。啊，这个讲的环境。啊，那这个是事实。啊，那个事实真相啊，道理很深。啊，佛在经里面教导我们的，依报隨住正報轉，啊，依報是我們的環境，所生之處，正報呢，是我們的心，啊，環境是我們的心變現出來的，啊，如果我們的心善，所變現的環境就善，这个地区呢必定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无灾无难。如果我们的心不善，就会感应到啊这些灾难，啊，所以，一切法都是随着我们的心所现出来的，啊，法藏比丘他修善成就善根，所以所生之处，佢个环境啊非常之美好啊！啊，你睇下无量宝藏自然发应，啊，佢自然出嚟，佢唔系自己谂出嚟，啊，亦都唔系去求，嗰啲宝藏啊自然从个地下涌出嚟，啊，金银珠宝、玛瑙啊，呢七宝。咁有啲人話：，係我都唔中意呢啲七寶嘅，啊，唔想要啊，啊，你唔想要佢就冇啦。好似極樂世界就咁咯，啊，你中意乜嘢，乜嘢就現出嚟。啊，你認為最美好嘅就叫做寶藏，啊，
无量宝藏自然发应出嚟，随住你嘅心，随心所欲啊，佢就现出最美好嘅境界。啊，咁一般人都喜欢七宝嘛，啊，咁七宝佢就现出嚟。依家我哋想去揾七宝唔容易啊！啊，你去金矿，你去挖，去冶炼，啊，提取，啊，提取出嚟嘅都唔系最纯，啊，最纯嘅我哋讲啊，9999四九足金，啊，四九足金都有杂质啊，啊，你极乐世界嘅珍宝一啲杂质都冇。純正啊！啊，咁呢個係確實，就因為啊人心啊感應。咁依家科學界都為我哋啊證明啊，確實啊心物同源嘅啊，心係心理啊精神嘅活動，物係物質。物質的世界和精神世界是同一個根源。你看量子力學家，很有名的一位諾貝爾物理學獎的得主，普朗克，他是德國的一位物理學家，他就專門研究量子力學。他說呢，他對於量子幾十年的研究啊，發現這個世界根本沒有物質的。物質怎麼來的呢？物質可以分為這個基本的粒子，好像物質都有分子組成，分子由原子組成，原子裡面有原子核，外面有電子圍繞。咁個原子核咧，裏邊有中子有質子，中子同質子又用嗰個夸克啊 quark 組成，呢啲夸克同埋電子啊，叫做基本粒子，最微細嘅物質單位。但係咧，裏邊仲有嘢，乜嘢嘢啊？係波動，呢啲粒子由咩產生嘅？波動產生。依家天文學裏邊啊，有呢個弦理論啊，好似琴弦啊，嗰條弦一彈奏嗰時，一撥動嗰個琴弦啊，琴弦咧佢就會震動，一震動就有音符出嚟。嗰個基本粒子啊，好似音符一樣，由於震動產生出嚟。咁普朗克博士講咩震動啊？係我哋嘅意識震動，亦即係心動啊！所以物質世界點嚟㗎？心動產生，念頭一動就產生基本粒子，基本粒子組合成我哋嘅所見到嘅物質世界。所以啊，確實啊，心物同源咁既然物質都係心念產生嘅，佢就唔係真嘅，佢係虛妄，佢唔係真實存在，即係你個念頭諗出嚟嘅。講得簡單啲就係咁樣。如果冇念頭，就唔會有物質世界，確確實實好似夢境一樣。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啊！呢個係真實嘅現象啊！夢境你話有冇咧？係有。你做夢嗰時係夢到啊！你喺夢境裏面你可以攞到啲嘢啊！你攞喺呢個係手錶啊！冇錯，我摸住佢啊，好真實啦！等你醒咗之後冇啦，點解啊？這個手錶在你的夢境裏面是你的念頭變現出來的，
所以佢係夢幻泡影嘛，係假噶嘛，唔係真噶嘛。啊，所以喺夢中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叫做虛妄。因為係你嘅心變現出嚟。咁物理學家依家講俾我哋聽，依家我哋嘅物質世界亦都係心念變現出嚟噶，所以亦都係夢幻泡影啊！咁我哋知道呢個真相啦，我哋就盡量啊唔打妄念啊，要打念頭咧，我哋用最好最善嘅念頭。咁我哋嘅境界就好嘛，就善嘛。啊，乜嘢系最好嘅念头呢？念阿弥陀佛。啊，念阿弥陀佛呢、這个念头所变现嘅就系极乐世界。啊，所以所生之处啊，无量嘅宝藏，自然发现出嚟，都系你嘅心现出嚟。我哋依家好多人啊，都喜歡啊睇風水啊，佢哋相信啊風水對人會有影響。啊，呢個係咩咧？物質影響你嘅心理啊，當然會有影響，因為凡夫，凡夫個心啊，往往係隨住境轉啊。咁其實係咩咧？其實是境隨著心轉，啊，所以風水有沒有呢？有，啊，但是古人有一句話說，福地福人居，福人居福地，啊，風水好的福地，啊，誰去居住？福人才可以居住，有福的人才可以在那個風水好寶地那裡居住。什麼人有福啊？心地善良的人，這種人有福，所以在那個風水寶地他住得下去。如果心地不善的人沒有福啊，即使被他找到個風水寶地了，去到那裡住個兩三年，風水就被破壞了，沒有福嘛。換句話來講，如果一個人有福的，心地善良清淨的，他可能住那個地方一開始風水不好，住住下風水就好起身，風水可以變的，俗語都有說風水是輪流轉的嘛，轉到哪裡？轉到那個有福的人那裡。所以，學佛的人需不需要去看風水啊？不需要啦，看風水不如好好看看自己的心，這個是根源啊。將你的心轉好了，你的風水自然就好。自然你會越來越覺得適合你的修學。所以我們學佛人不要抱怨環境不好。話呢個環境啊，哎呀，我好想學佛啦，學唔到咧，冇呢個環境啊。你咁樣講咧，就係外行啦。冇自己觀照自己嘅心。你真正學佛嘅話，環境會慢慢啊變到越嚟越適合你修學。我自己好有體驗。我原先學佛嘅時候喺美國讀書。美國呢當然環境都算可以，生活不錯。後來呢跟師傅老人家去到澳洲，澳洲的環境比美國更好了，天就更藍了，氣候空氣就更好了，而且呢最好的是可以經常見到師傅。師傅在那裡有個正宗學院，我常常去那裡親近善知識，比美國就更適合了修學了。現在呢將工作都辭了去了，
嚟到香港啊，唔好睇話香港呢個環境啊，大環境好似唔係好適合修學啊，但係小環境好咧。啊，我哋呢個香港佛陀教育協會啊，係香港裏邊嘅淨土啊！每日我哋可以跟住師父老人家，日日都喺埋一齊，親近善知識，能親人啊無限好啊，個日少啊，呢、这個啊得日進個日少，越嚟越適合自己嘅修行啊！所以啊，確實嚟講，好有法氣好，今日呢個時間到啦。我哋就先學到呢度，有講得唔妥當嘅地方，請各位大德同修多多批評指正，多謝大家，阿彌陀佛。一齊嚟合掌，恭敬念回向偈，願以此功德莊嚴佛淨土，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若有見聞者，悉發菩提心，盡此一報身，同生極樂國。阿彌陀佛。阿彌陀佛。